我是高木管理车长的109年2月4号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8:368:36拍摄看我们淡水来看我们香山以及淡水的高音量系统刚刚过的是捷运列车管道5402达不到了，好，真的太久，其实没办法，人太多。现在是还可以，我就那样，谢谢各位，拜拜。感谢各位，就那里。